阿哥，我回来了。阿哥，你看，今天哪儿这么大个鱼？今天长耳赶长，鱼我分量最大的，我做过13斤。听说这个鱼是生的养着的，滴点儿屎都没喂，肯定巴适得很。再过多要得不？懂得很。今天给做个支付那个，越吃越热乎。要得吧？去掉鱼鳞，片下鱼肉。今天只吃这半哈，剩下的吃其他口味。片下鱼排，片成厚厚的薄片。放点盐，胡椒粉，料酒，一个母鸡蛋清，搅拌均匀，最后放入红薯淀粉，锁住水分，腌制10分钟。阿哥，点火了，要得很干。锅烧猪油，葱姜爆香，加入清水。你不炒灯笼椒酱？我有秘密武器啊！这个金酸汤调味料啊，酱汁比较浓郁。你看这个颜色也是金灿灿的，水开后直接下入料包就可以了。这个双鲜味太浓郁了，感觉好香哦！是不是闻了就胃口大开哇？我就晓得你喜欢吃，我特趁淘宝双十二哈囤了好多袋，以后会做金汤米线、金汤肥牛，还有很多种吃法的。耶，把我的东西快用完了。还有淘宝1212特别的心意跟特别的你。再说了，这不是全年最后一次购物狂欢节了吗？好多东西都是满199减25，现在点下方链接还有机会领取更多的五折优惠券。我还买了几袋沙窝萝卜子，种出来萝卜又脆又甜，你可以试一下。种萝卜我还没种过，我拿出我的看家本领，好好的种一下。再依次下到鱼片儿。小伙，下锅先不要搅动哈，避免混汤。水开后50秒哈，轻轻推动。要得了，七哥，豌豆点到底啊？浇上金汤，特别的香。撒点蒜末，青红椒圈，鲜花椒，浇油。记得葱花收尾。来呀，王青儿，要得很干，去，老杨。好，来嘛，你看，你看这个汤哦，这个看着就巴适，来吧来吧，哎呀，哎呀，鱼也好嫩呢。哎，先吃鱼，等会儿喝了个汤，我汤不白了，来嘛。夹不起来。来嘛，我一夹，你也手艺不好哟。嗯，还白点孜然多就得。慢点香我，我前面还好火了呀。你看，哎呦，哎呦，把你揍一顿啊！这种酸的吃起就开胃了哦。嗯，整点汤喝。哎呀，漂亮！哎呀，爽啊爽！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儿，如果喜欢我，喜欢我，老师就关门。我到位，我上，我不能忍，拜了个拜。